日前，刘嘉玲结束捞金离开某商场。刘嘉玲从商场后门离开，她一路挽着一名品牌高层外籍男的手，边走边聊天，身旁众多保镖开路，在门口她与这个外籍男高层亲吻告别后才最后上车。篡改我红颜，你还是新人。刘嘉玲的豪放在圈内是众人皆知的，有关刘嘉玲与一些成功男士近距离亲密接触的照片比比皆是，甚不知朝威老兄看了之后心中到底是何滋味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